真是无常啊，欢欢喜喜的登机，从印尼到新加坡，各有不同的目的，可是呢，就是有共同的遭遇哈。这160多位人呐、啊，在机上现在的行方不明，这种没有信息的时间很难熬啊。这机上的人的生死，家里的人的心灵的折腾哦，实在是度秒如年。这个时候真的很需要有人呐、啊，及时抚慰、陪伴呐、啊。人间菩萨就是要在这样的因缘呐、啊，菩萨所愿，缘苦众生这样的缘起的，我们要及时付出，缘起即出啊，那么。性空即立，这些真正的佛法呢，真理呀、啊，无体无相，可是呢，它可以启发我们的心念，在这个时刻，我们要发挥什么样的力量？人多啊，汇合起来呢，就是真正的庄严佛国。咱常常伫咧。无量易经啊，唱诵的时候呢，净佛国度啊，怎么样来净佛国度啊？还记得去年的海燕吗？在那一波呢，假如不是人人菩萨心呐、啊，假如不是呢，这么多的结友情人呐、啊，想想海燕独独万。这种在吐鲁番奥莫克啊所造成的大灾难，假如没有这一群人间菩萨及时投入，那可以想象现在的吐鲁番是怎么样的景象啊！可是我们现在去看他们，一切恢复啊！那生机已经起来了，才1年多一点，我们也看到了天主教堂的庄严弥撒，我们也看到了，安定了他们的心，也安定了他们的商机呀、啊。这都是因为呢，有这么多的。爱的能量呢，汇聚起来，让他商机赶快恢复。所以净佛国度，因为人人用佛心啦、啊、去投入呢，解脱了当地的困难，这都是呢，因为有菩萨缘起付出的力量。那么。大家付出了以后呢，有参加过的，现在来分享呢，都说哦，那一波啊，感恩啊，我有投入啊，体会到人间无常，体会到了天地威力之大，都是呢，人人付出无所求，还会说感恩，这就是入我们的。这种的体会到了真正的真理性空、哦、那但是呢，他众生共业啦，造成了苦难，这都是呢要有佛法入心啊，我们才能真体会到、哦、啊，这一波呢，在马来西亚的这么大片的灾区。比吐鲁番更大，真的很大、哦、这洪水从北到中部的、哦、一共有8个州呢，都波及到、哦、同时呢，这泰国、泰南、啊、泰国的南
边哈，还有呢印尼哈，还有斯里兰卡这一波的灾难，是波及四个国家。有慈济人的地方可以及时呢启动啊救灾的工作，没有慈济人的地方，我们还是很无奈。比如说泰国，泰国呢是从台北到曼谷这一段呢就有慈济人，在曼谷以南呢就没慈济人啊，因为他的土地大，虽然说泰南哦，就是曼谷的南边呐，可是呢，哦，土地也是很大很遥远呐，这种及时救灾的就没办法喽。斯里兰卡，我们能帮助的，那只是在汉班托塔跟这个首都，其他呢也是没办法，它在很遥远的地方，山崩啦、土石流啦、等等啦，这种遥远的地方啊，就是没办法，是没法度啦，这些人间菩萨还没有普及到当地去。所以斯里兰卡这一次我们也无奈，泰南呢我们也无奈的。不过呢，在印尼，印尼的土石流，印尼的慈济人呐、也已经都动员有去救灾。那么这马来西亚的这一次有慈济人，可以呢爱铺满地啊，那么这种的。哎呀，中南北啦，慈济人都可以汇合起来，投入救灾工作，希望呢能帮忙清理这个灾祸的垃圾。所以慈济人呢也有沿街呢去邀约哦，希望呢没有灾难的人，灾难轻微的人，都可以投入呢。义工付出，但是更期待呢，给有困难的人也要动员更多呢，让他们以工代政，这样才会快速的让他恢复生机哈。好，也有呢，看到大家在抢购物资，所以物资很多在平安的地方槟城呢，像。纪航他就在这个槟城啊，在张罗呢如何就去集结物资哈。那当然啊，当地也有人呐、愿意呢给一点物资提供哈、那爱心的人呐、倒也不少哦。有灾难的时候，看到了人间真诚之情哈、这种的。诚之情谊也不少，愿意呢出力出钱的也不少，也听到了，在雪隆也已经呢两三天来也都同样投入啊去做看灾救灾哈、那槟城的包机呢到了这种。吉兰丹哈，我都有、那连新加坡呢也来电话，希望他们也能投入哈。他们说能不能呢迁墓？哇，当然是可以。这种迁墓呢是一个启发爱心呐、所以我也跟他们说回答啊，这都可以哈，就地墓爱哈。那这种募款无不可，人要投入呢也非常好、总而言之呢，人间菩萨呢更普遍的时刻呢就是力量更大、那庄严佛陀那就是呢让他们呢启发
佛心爱心，让苦难的地方呢，让它赶快的恢复，恢复这个生机，让大家的生活恢复啊，那生机复苏啊，那这样才是真正的救灾的目标。马来西亚这一波这样的时间啊，不知道要多久，看到这样哦，这么快八周啦，我们能帮助的是能几个周，能做多少哦，这都是呢期待更多人的力量来付出。